喂，我到了，什么？你跟我开玩笑呢？你不来，你说一声啊！凉快，你等着，下午再来吧，我也回去。听话，医生说了不要自己乱吃药，这我什么说的？小何，小何啊，您好，阿姨，叔叔好。你来看脚啊？我看完了，我走了，阿姨。哎呦，你怎么一个人来医院看病啊？ 哎呀，你怎么一个人来医院看病啊？哎呀，不用也真是的，叶父请个假，陪人家小何一起看看病嘛。哎呦，咱们先回去吧，家里还有事呢。过来，哎呦，小何，我来扶你一下吧。不用，不用，你这么远，小何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其实不用客气的，那远亲不如近邻，大家帮帮忙是应该的，对不对啊？再说了，你看脚是吧？巧了，我认识这里的医生。 但是我跳广场舞的刘姐的那个老公，老公的妹妹，妹妹的妹夫，妹夫的姐夫，他是这里的主任医师。真棒！啊，我带你去看。不用了，阿姨，我去。没事。哎呀，小何！哎呀，你看我们无忧把你的脚弄伤，已经够不好意思的了，现在呢？ 我们两个无忧的父母又让你的脚伤上加伤。哦，我说无忧的母亲不是父亲干的。哎呀，真是心里过意不去呀。没事，阿姨，没事。不过小何，你放心，哎，我跟你叔叔两个一辈子做人，堂堂正正，我们对你的事情绝对不会赖账的，我们会对你负责到底的。哎，玲玲，哎呦，小何自己走吧。小何，小何，小何，你要听话的嘛。洗鞋。哎，这电梯怎么还没有来？真是的。 哦，真是！哎，小何，小何，你不要着急啊！不要听话的哦。可以的。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哦呦，小何，你的判断很准确。啊！你怎么又夹到了？哎呦，又夹到脚了。小何，你要听话呀。